去的是一个我从来没有去过，但是应该不会有饮食不习惯的一个地方。我们要去沙漠里面，哦，还没有真正的在沙漠里面待过，好想去沙漠玩，就是那儿很美。思念着你的脸，我可以假装看不见，我可以偷偷的想念。啊，脑子这个存储的这个量只足够自己记住这个意思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反正这次来宁夏不是来唱宁夏，这次来宁夏是来。来吧，好，现在我们要去彩排现场。彩排现场是不是就直接去沙漠了？哇塞！美丽的银川，美丽的，这算西北吗？还是北？还是算西？我刚刚浅浅的查了一下地图，就是说要纠正一下自己，我们现在是位于中国的北边，在内蒙下面，离西边还有一段距离。好的，那么我们去沙漠。哇，酷！这个背景真的好像 P 上去。真的，这背景好假，而且你看，这边就是都没有植物，特别可爱，这边还有一边枯草。不知道大家看到，这就是阴山。真的耶！那我完了，我没带军大衣。你那个冰主羊挺好。那我穿冰主羊。现在这个沙子，咱们就是一个踩了一个，一踩一个坑。慢一点，小心别踩到脚。哎、嗯。彩排后的我，彩排时候全程拿着那个麦包，到时候就是说我当时是这样子，然后呢，然后就是这儿一圈白，这儿一圈白，然后呢这边是白的，然后这边就是说一片黑。虽然我涂了防晒，但是这哪经得住这个晒？好嘞，回酒店了。大家好。我终于回来了，我终于给我的 GoPro 换上了新的电池，让我们装备齐全，重新出发。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呢？我们要去吃一吃这个宁夏的特色。嗯，其实北方特色大差不差，都是羊肉，所以我们去看看宁夏的羊肉是什么样子的羊肉。Let's go。非常北方的特色，肯定是特色。嗯嗯，这是手抓羊肉，本店特色写着呢。对，手抓羊肉，这也是。嗨，原来他们不是一个本店。所以我们要点羊肉，应该点手抓还是香山？手抓那个是农村来的，那个羊羔肉爆炒的。羊羔肉，果然。这个沙葱，它很那个，白天没吃过的，嗯，还挺好吃的。它有点像韭菜的呀。对，我也觉得是。嗯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好大好大一块鸡。嗯。所以这边西北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惠，这肯定是招牌。它已经非常大写的写了招牌菜单，那么我们就感受一下它有多么招牌，前站一下，你站，没事，你站。就想说为什么要用红柳？因为红柳它这个树枝柳枝
烤出来的那个羊肉就更入味儿，所以这个跟普通的那种铁签子还不一样，感受一下。要包着吃，卷起来吗？还是它是卷吗？啊，不不不不，没吃明白，这应该是个什么东西？它是啥？它叫什么？油香，就是油饼吧？就是咱们油饼。声明一下，不是，哦，我鼻子都给戳红了，不是因为辣，可能也是因为辣，但更主要的是因为我今天已经吸了10天了。其实饱和足，就是我们离酒店还蛮近的，所以我们打算溜达溜达，因为现在天气真的很好，而且我跟你说，我发现一个非常非常离谱的一家店，就是一条专门卖辣条的店，就在我们酒店对面。天哪，是小黄帽和红领巾，这是哪儿的话呀？为什么突然冒出一句哎妈呀？我寻思我们也不在东北，我们很快就要到我们的目的地，烤冷面。我刚吃完饭啊，大家刚吃完饭，没事，就是没有别的意思，没有看到什么店就会有那个想读出来的那个冲动。哎，好，先放一下吧，我们待会儿大条店前头来。摩尔麦辣条真好吃，我第一次来看辣条店，我很紧张。哎，真的有酸酸的，非常麻辣的。麻辣，我的妈呀！有一个来一份吧，尝一尝。此刻一个刚吃饱的小朋友，不是。这边有小朋友，会当小朋友。此刻有一个刚吃饱的大朋友。每一个就来一点点。这个怎么卖？一斤十二。是一斤起卖吗？慢造起来。啊，你看这个很薄。然后这个呢，它就是厚一点。对。但它是一长条的啊，形状不一样啊。我们这是正方形。哎，对。好，我能逛逛便利店吗？可以。啊，这个就是我小时候超喜欢的那个杂物店。我小时候在新疆最喜欢跟我表姐去逛小卖部了，因为我小姨就开小卖部，我还帮她就是。对呀，只要就是暑假我都会回新疆。啊，那个笔记本，哎，你知道小时候特别喜欢买这种笔记本。对。就是我能攒好多的，对，笔跟本啊，童年不一样，就这么。哎，我来一个，你要来一块棒棒糖吧？我买了。草莓味的棒棒糖，没事儿，我要消费一下。1.3，1.45。这是小卖部的。我回去歇着了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已经妆发齐全，给大家欣赏一下星星酒店窗外的沙漠，在沙漠旁边换季了，你要做好保暖，像我一样当一只正儿八经的冰主羊。好美啊，这
走。救命啊！不知道你听不听到，现在朴树老师在彩排。我也去看，带着我的 GoPro 一起去。哇，天黑了，特别好看。哦，是真的，是开始了吗？开始了。在后面努力了很久，为大家争取了一首歌的机会，可以站起来。